可是瑞凡，我回不去了。我们不是早上就搬过来？他们是新搬进来的住户，韩善美小姐。你姐真的混得不错。这也很高级耶。我们就演下去吧。我们会住在这边，是因为你欠钱哦。万一被发现、被知道了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欢迎你们加入天虹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 最近搬新家有什么改变吗？维他命放厨房，记得吃。这是我妈每天要我吃的维他命。那是给忧郁症的人吃的。你爸妈都没告诉你吗？那些以前的事情，他会渐渐想起来吧。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，回来就可以当个 CEO， 你是人生胜利组哎。并不是每个小孩都是父母亲的家族产。 他把我内裤扯下来，然后我要捍卫我们女儿的清白，谢谢。你女儿比较重要吧？你要想到她的感觉吗？那如果当时你没有坚持去学校，你女儿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想得了那么详细？你根本就不爱我！我怎么可能不爱你？啊！ 在我们这个社区，每一个人都戴着一个假面。他们是新搬进来的住户，韩善美小姐。善美姐，为什么不坐车啊？这样子我们好像在 hunting 呢。你把枪拿出来啊！让我选上主位。这张选票你们觉得值多少钱？为什么你开口闭口要不是钱，要不就是人脉？就跟你一样啊，韩真真，你一搬来就风波不断。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想要保护好我的家人。为什么女儿会在医院？你做了什么？我们有钱人多了不起啊！搞怪欲，搞偷拍，我们一直把我烧在你自己身上，我才不管呢！口口声声你家人是这个样子吗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妈，我可以相信你。好好的，这样就好了。